弓弦校阳在 The Seraphim 中是年龄最大的成员，也是妹控狂魔。在花絮影片中处处可见对忙内恩彩的宠爱，有粉丝截取恩彩对着校阳的手臂肆无忌惮的又掐又揉，然后像宠物一样窝在校阳的臂弯，可爱的撒娇模样萌化粉丝。而校阳的手臂在 Ice One 时期也曾经被忙内赖的安于真又捏又抓，让粉丝们问到校阳的手臂是有什么魔力吗？为什么这么受忙内欢迎？看起来真的手感很好呢，可以捏校阳的手臂，好羡慕。校阳也不会生气，真的超级宠妹妹们。而且于真和恩彩明明都身高170左右，但因为是忙内，所以喜欢在校阳姐姐身边缩成小小只。均因忙内的反差萌，真的超级可爱啊！